好了，大宝，姐夫今日还有要事，改日再陪你玩。哦，姐夫再见。看来阁老的确不知道遗诏之事，那他究竟在紧张什么？臣疑险系，素遭明凶。 兄与戒备，皆然独立。臣已表闻皇后之死，诸多蹊跷，万望圣上三思而行，莫轻信，莫妄断。难道是因为朕将罪端王之事，想要弹劾朕？城中搜查的如何？可有端王和端王妃的消息？还没，但近日总有无情派的人莫名的消失。加强人手，驻守皇宫。 城外抓紧严看紧守，宁可错杀一千，也不可放过一个。月下行动继续，把入宫三年以上的暗哨全部混入重要岗位，排除留情，切记不要伤及无辜。 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圣上，老臣怀疑端王谋害皇后之事另有蹊跷。王皇后之死，证据确凿，当日萧彻已认罪潜逃，此事板上钉钉，不容再议。端王何时认罪？为何潜逃？三思会审。 为何我等一概不知？怕是大理寺为了结案屈打成招吧？王圣上明察。王阁老丧你之痛，朕能理解。可这也不能成为你祸乱朝纲的理由。来人！圣上，您这是何意？拿下！ 看谁敢动！护驾！大胆！大胆！萧彻，你这是当堂猫腻吗？萧墨，忤逆的人是你。圣旨到，先帝遗诏。 如先帝亲临。